王，为什么听信要有我红娘的出世？父王，用体怜悯，也是交代江山要由我出家，谁在红娘为将地位，三不两处，设计要陷害我不记了。被金兵离开皇宫内阁，天涯流浪，流浪在边天呢？家在是济公上书，将来上书，大我袂惊，反改我皇兄父的心转呢？皇兄命令，然后这两位由我登基来，即将大宋江山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上庭殿，下当兵安无事，后宫休息，闲下无事愁。太叔，叔，古住进殿，水至进后宫。你那是？人讲无事不入三宝殿，大雄你还阁有事要甲皇兄商议啊？是啊，皇兄，皇妹心内所想，平常你国事多忙，不如今天咱出到外面的所在，来得表现一下啊。这个，啊，走。细只啊细，我母公家哥哥有钱，百姓爱结了交。既然皇妃你挂衣裳，要无我伫咧想，若是要游山玩水，恐惊不如新欢，对咱生活不利。要无就由皇妃你来保驾。